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有关于这个一带一路和 PPP 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大家都会讲啊，这个第一大陆桥、第二大陆桥，甚至我们这个香港在第三大陆桥上面，这儿有一条输油管道，那这些都很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三十年的这个经济发展，第一件事情资金要到位。这个资金呢，有从我们香港去的，有从台湾去的，当然也有从国际上去的。资金到位，法律到位，这个税收政策到位，我们都是过去极免极简的。PPT 就是讲到麦肯锡，看到我们香港在各个领域里面啊，是的。刚才您提到是有戏剧性的事，贡献是吗？谢谢。其实对这个“一带一路”的成功啊，都会有大有帮助的。就先到这儿好不好？谢谢大家。